此道是攻打匈奴唯一必经者，我想在道的两侧设置埋伏，派遣弓箭手两千，用火攻。这条道是守住大宁。大人，何事如此慌张？皇上，皇上驾崩了。 消息是否准确？千真万确，太子上有各藩王出现异动，大人不得不防啊！那太子和公主现在如何？快进去！皇姐，要随一起走。陛下，你是天子，你的性命不属于自己，属于整个大宁和百姓们。快进去！ 太烦。